如何？皇上怎么说？有责罚你吗？芈月，本王有些累了。怎么了？要不我给你变个戏法。先伸出你的左手。再伸出你的右手。现在把这两个都放下，然后把你的双手举起来，噔噔，再给你一个大的，厉害吧？还不错。怎么还是无精打采的？要不我亲你一下？今日进宫，父皇言道，本王平时行事太过狂妄，再加上犯了渎职之罪，要罚本王三年俸禄。啊，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？还要罚俸？不行，我得去找皇上好好说说。三年的俸禄啊，能不能少罚一点？啊，好啊，你敢诓骗我。不是说好亲我吗？怎么变成打我了？没事吧？我忘记你背上有伤了。芈月，你怎么都不挠本王？我自然挠你，挠你伤害自己，还无端不理我，挠你怎么劝都不听，还把我扔在王府里替你拾掇。不行，说起来反倒更气得想要揍你一顿。那本王如何做你才能消气啊？要如何都可以。要如何都可以，那我可得好好想一想，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原谅你呢？哎，我可得好好想一想。芈月，有些人光是遇到就是一辈子的福气，在我最失落最无助的时候，若是没有你陪在身边替我受累，本王早已坠入无尽黑暗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只管自己发泄而置你于不顾，我不应该让你独自去承受着许多。堂堂资王是在跟我道歉？